下一个，又喜欢姐姐灯。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哎，妞妞，妞妞，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。对啊，生日你给我什么呀？你妈妈满多少岁了？你问她。33。对，真的。33嘞，两个。33岁了。33岁了，33，一儿一女，够了啊。可是算挺幸福的哈。幸福。你都没给你妈妈准备礼物啊，妞妞。你怎么准备啊？我准备了。准备的什么？空手白板，这样是吧？我就知道你妈妈就是这样。你准备了什么？你等会儿请妈妈去下馆子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请客嘛，让老婆出钱嘛。你请客，我请我们一家人都去，大伯、爷爷也去，好不好？行不行啊？哎，你要愿意才行嘞，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不勉强你。你不愿意我请嘞，说大声点了，行不行？有没有勉强？不勉强啊。准备拿多少张红包给我请呢？两张不够嘞。两张啊，两张吃什么大餐？五张。好。这个大鱼贴心的，你嘞？我大鱼拿5张，你嘞？哎。我就。你怎么？给你送一个特别的礼物。什么特别的礼物？今天你妈妈过生日了，笑一个吧。笑，是，笑噻。哎呀，你看，叫你笑你还哭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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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呀！不给面子啊你！笑了。下一个，安更。哦。确实啊，在一起9年了，娃也是2个了，还是辛苦你了。我就给你这样吧，唱首歌给你听算了。我就知道，就为这个礼物唱首歌是吧？唱首歌，这个礼物也特别啊。特别，都知道你是情歌王子，礼物就是唱歌，是不是？能不能换一点新鲜的？每年就是唱歌。哎，你过生日什么时候给你唱过歌啊？以前没唱过啊。哪里有唱过？忘记了。不记得了。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嘛？可以，行，特别的礼物。爸爸，你就唱首歌啊！你太抠门了，我可是拿500请客耶，你就唱首歌。是哦，还不说女儿贴心，你就唱首歌。因为你已经请客了，我没有什么，我想花钱也花不到了，我。那你给妈妈送个礼物呗。关键是你爸爸没你的钱多，你知道没有？我哪里有啊，关键。是吧？你好，你给我唱首歌吧，我们听听老爸给我唱歌，好不好？来，二宝，听老爸唱歌。二宝，大宝，哎呀呀！今天刘明满33岁了，我们两个结婚9年了。说实话，他过生日我从来没给他送过礼物，今年也不例外啊。今天特别注意，不能打破这个例外，今年我不送了。就给他唱首歌，给他送给他算了。开玩笑了啊！我说刘明他从来也不要我买，他这个人嘛还是比较勤俭节约的，过生日啊这些啊他也是看得很淡吧，没有说去过于的去要求这样那样的。就是那时候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从来也没要求我去给他送这样那样。挺好的，找这个的话挺好。没省钱是吧？还有唱首《老婆你辛苦了》这么点话，确实辛苦了，因为我生了一儿一女，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对，唱首歌，送给你，哎，很感动的。感动，哎呀，这也是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来首《老婆你辛苦》啊，两个小孩。
一会儿今天溜溜再去请你吃个饭，一家人还有老爸还有杰哥，我们一起去啊。好，行。再给你蛋糕是买个吧，我跟他爸还是买个蛋糕好不好？没有。买巧克力蛋糕，绿色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吃饭了。走，我们去吃妈妈。你叫大伯爷爷。啊，大伯在下面。走，你老汉穿的好听不？好听，不脏不脏哈。挺好听的，是吧？